今天我们吃个不一样的拌饭，这里面是沙拉酱，有蛋黄的和芝士的。
肉。哎呀！红烧肉粉条盖饭。Thank you.
用磨粉条盖饭，我把它都倒里面，这样吃过瘾。好了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汤汁泡米里面特别好吃。香的，就这样趴着吃。